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参加救恩真心教会福建主日敬拜。我伫主内诚心欢迎你，请听我读今日选调经文，记载伫《约翰一书》第一章第五节及第七节。我对伊所听的话来传恁的，就是讲，上帝是光，伫伊。全然无暗。第七节，独独咱若行伫光明，真像伊踮伫光明，就咱三甲交陪，也伊会敬耶稣，会悔洗除咱隆重的罪。咱来同心祈祷，主，阮要高举你圣名，你为着阮的罪，钉死伫十字，流出你宝血为阮。你对死来搁活，赢得死死关系，小事阮活命，感谢你。你是光，伫你全然无暗。感谢天父上帝，小事阮你的子耶稣，洗除阮隆重的罪。耶稣，阮上帝羊羔，今早起阮做伙来宣扬你是弥赛亚，配得称颂甲极大俄罗伊。阿门。来真君耶稣是何等奇妙，真君耶稣是何等荣耀，让耶稣的光照在咱的心来照路，让咱人有方向。来真君耶稣是何等奇妙，真君耶稣是何等荣耀。关注爱，我领着关注侬。
耶稣的心肝，永远不孤单。有耶稣的心肝，永远甲咱作伴。有耶稣的心肝，我有平安无惊呀。有耶稣做阵行，人生好。阮上帝有歌，今早起阮做伙来宣扬你是弥赛亚，配得称颂甲极大无罪。阿门。Thank you.
今仔日的圣诗经文是记载伫《罗马人书》第三章第二十三节。因为众人已经犯罪，上帝的荣光得无着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听堂以为语的人。兄弟姊妹平安，请咱大家阿头当作一祈祷。仰望的主，愿愿你来将这段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主来引导带领。奉主耶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过去咱讲到信仰的基础，但所合适的物件，头层物件就是甲咱讲到上帝爱咱来明白的，咱来明白咱相信的这位的上帝是怎样一位的上帝。然后咧，咱讲到圣经，圣经是什么咧？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。上帝常常透过圣经来向咱来讲话。今日咱来先来看圣经，讲咱人是怎样做人，上帝怎样会来看咱。伫圣经头一本一册就是创世纪，讲到上帝的起初创造了人，就是创造了亚当甲夏娃。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阵，就是五万人会使甲伊建立一个真正美好的一个关系。当咱看到伫创世纪第二章的时阵，上帝当上帝赐生命给人的时阵，上帝也当时赐生人，话办这世界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爱来管理上帝所创造一切，并且上帝创造人的时阵，上帝也给人有一寡的自由，咱会来有一个自由，会来做任何的决定，咱会来有一个自由，会来计算到底咱爱做什么款的物件，卖做什么款的物件。不单安尼款，圣经也甲咱讲，当上帝创造了亚当甲夏娃，将伊放到伊甸园的时阵呢，又就将在这伊甸园的内面，所有一切物件拢塑形了，在亚当甲夏娃，独独一丛的树。这张的树，咱拢会知影，就是这个这张树的机制，咱知了会知影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唔对。上帝讲这张的树的机制，你别使一来去吃。但是咧，圣经话句甲人讲，当这魔鬼撒旦来试探这夏娃的时阵，夏娃就怎样咧？佮来纳入这个试探的这个里面，伊就吃了这个禁忌。是不伊就做了上帝卖咱人所做一寡的代志，伊看了这个境界真正，伊水真正好，为了满足家己的这情欲的时阵呢，伊就无有顺从上帝的这意思。因此呢，圣经有句甲咱讲，罪就直到这个世间。到底什么是罪呢？今日咱看的经文伫罗马八三章二十三节甲咱讲。但人人拢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恩光，亏欠了上帝。什么叫做亏欠了上帝的恩光呢？就是咱看了有阵时，咱人爱来写字，所以因做咧，咱在写字的人就爱写半地伊的污点一直来变。但是咱看到为人写了较乖，为人写了较低，为人写了较黄，为人写了较更，所以无着伊的污点啊。圣经为古甲人讲。咱若是无着伊污点，就是甲咱讲，咱无会来去满足上帝的要求，无会来达到上帝的要求，咱无照着上帝的教示会来去做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罪。所以因做咧，当这夏娃伊食这禁果的时阵咧，伊就做了上帝卖伊做一件代志，所以伊就无有会来达到这上帝的这个要求，无达到上帝的这个要求，伊认为伊家己国家高比上帝高，所以做因家己爱做一件代志，所以因就当做一到咱人的性命的内面，你到这世间的时阵咧，兄弟姊妹啊，
咱的罪，就叫咱甲上帝的分开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上帝无永远，好有他的老上会来点伫伊的中间，所以因做咧罪就将咱甲上帝会来去拆开，咱就哈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打破了。但是上帝灵连会来听咱，上帝灵连会来啊，无有来会来去帮助咱。所以咱看到读古约的圣经，上帝就兴起啊，真多的这先知，目的就是爱来更变、更变和以色列的百姓，会来认罪，会来去悔改，会来多登到上帝的这身边。但是咱灵连。不有悔改，灵连因怎样咧？活伴地罪恶诶，这个中间，所以因做咧，上帝感谢上帝，你看了，虽然是安尼看，上帝无有会来帮助咱，上帝怎样咧？上帝就爱甲咱会来去立标，上帝爱甲咱立标，上帝甲咱立标，上帝讲，我爱做你诶上帝，你爱做我诶百姓，是无哈？上帝当上帝爱做咱诶，即上帝是做意思甲咱讲，上帝爱来保护咱。上帝爱供应咱所需要一切，咱真做上帝必是，咱就爱顺从上帝，咱就爱敬拜上帝，咱就爱来服侍啊上帝啊。当上帝跟咱立约的时候，耶稣跟咱讲，当咱无来而来照着这约来明的驾驶而来去做的时阵咧，咱就会来受到刑罚。所以因做咧啊，当咱不会来教导上帝，而且解释而来去做的时阵呢，咱犯了，咱就犯了罪。但是上帝灵连听咱，圣经的话语跟咱讲，在旧约圣经的时阵，上帝就为因设立了这个限制。所以当咱犯罪的时阵，得罪上帝的时阵，伊会使来限制，就是限制只羊、只只牛啊，只只羊、只牛就代替而且犯罪的人的罪。然后咧，因做咧，这犯罪人，这罪就会使得到赦免。但是咱看到，啊，咱人常常会来犯罪，一直咧，咱的罪真正会大，咱的罪吼无变，会来得到解决。所以因做咧，上帝最后咧，乃是将伊的独生子降赐给咱，就是直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个人讲，啊，上帝听叹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降赐给咱。就啊，咱一切相信的人，不得灭亡，反倒等得到永远活的生命。为什么上帝主耶稣爱来的？因为主耶稣是完全的这位救主，主耶稣是无有罪的一个人，所以因主以为咱做，为咱献上伊的生命，为咱做啥，以及救恩呢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救恩，所以叫大家人。所以无论在什么的时阵、什么的所在、什么的时代，等咱愿意来仰望、相信耶稣的时阵，咱的罪就会使得到赦免。啊，主耶稣来，乃是爱改变咱的一切。啊，等咱也来相信、接受耶稣基督的时阵呢，上帝叫咱的耶稣来临。啊，咱的罪、咱的过去、一切的唔对，隆重也来求赦。啊，咱会使伫耶稣内面，正做一个新的人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咱单单只伫耶稣内面有新的恩典，有新的一个祝福。所以因做咧，咱的罪乃是爱得到解决，咱乃是爱继续下半日会来到天父的一个所在，到天堂的所在，就是永远我的一个生命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罪就爱得到赦免，咱的罪爱得到赦免。咱就爱来挖苦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为独独主耶稣基督就是一条一路了。所以唔准咧，愿在咱的中间阿未来认捌耶稣的朋友，爱来紧紧相信耶稣。你乃是爱来相信耶稣，这种牧师会来锻炼你，锻炼你来祈祷。牧师讲一句，你对我讲一句，那是你爱来相信耶稣。啊，上单在这阵阿头祈祷，听话一主。我心灵，我在你的面前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主耶稣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我需要你的赦免。因做在这时阵，我愿意会来打开我的心，我愿意会来相信耶稣基督，成做我的上帝，成做我的救主。求主耶稣赦免我一切唔对的地址，唔对的这物件，并且在这时阵，直到我的心的内面，点滴内面，
感谢耶稣听我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朋友，你若是大家有对牧师安尼款的祈祷，讲起你，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已经是上帝的家人，上帝祝福爱满满在你的这心中。这种上牧师爱为着大家来祝福，请咱大家鼓起阿头，咱来祈祷。今关的主，关来感谢有你，会人继续会来听到你话句，会知影主耶稣你听咱，会知影主耶稣你来，来是爱解决咱罪的这个问题。但会来明白你是一大一个福气，但即阵爱来散会，但愿主的平安继续甲咱正人同在，但是拢继续使行咱有够格的恩典，系咱大的信心会来跟随咱的主的脚步。但安尼款的基督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阿门。好，兄弟姊妹平安啊！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。愿咱的上帝留心听你的祈祷，愿伊顾念你的心思。愿咱的上帝会恩惠亲像灯牌，四面保护你。愿咱的上帝照伊恩光的丰富，伫基督耶稣内，叫咱所需要的一切拢充足，对祂祈祷永远管管。阿门。Oh
兄弟姊妹，祝福你平安，我们后期再聚会。